咁多位嘉宾，我哋仲有五分钟就会开始噶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l start the event in 5 minutes. Thank you.咁多位同学、业界导师、老师、校长、嘉宾，你哋好，欢迎出席赛马会多元出路计划鼓掌创新教育历程 Clap Tap Pathway 业界师友计划启动礼。我系今日嘅司仪 Elfina。Ladies and gentlemen, mento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lcome to join us today. You could switch to the English channel by clicking interpretation. Thank you.雖然我們是隔著個mon，但我也想感受一下大家有多期待參加這個啟動禮。大家是否很想快點和業界導師會面呢？是的話，就麻煩你在聊天室那裡打8888，給一些 virtual 的掌聲來看看，麻煩了大家。相信對 ClapTap Pathway 有認識的同學都知道，這個計劃的特點就是由大學、業界和中學三方協作，合力打造一個切合行業需求的課程，幫助大家可以為未來作好準備。所以我們首先有請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鍾志傑教授為我們送上歡迎詞，有請 Professor 鍾。大家好啊，IBM香港，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應鳳壽女士 Winnie， IBM 中國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魏以昌先生 Francis， 香港中華煤氣企業資訊科技總監孫淑晶女士 Susanna， 瑞銀集團資訊科技執行董事余潤威先生 Sammy，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首席科技總監兼處理聯席行政總裁許志剛博士 Microsoft 香港人力資源總監陳志超先生 Equinix 香港銷售營運及策略總監曾若軒女士，另外各位業界的朋友、導師同埋咧喺網上面嘅中學夥伴嘅各位校長、老師同埋同學，
咁啊，午安，大家好啊！雖然而家都年十幾啦，好似未聽日就元宵啊，所以但係都唔會太遲啊！新春愉快，大家即係龍馬精神，身體健康。咁啊，歡迎大家參加呢個富有意義嘅業界私有計劃啟動禮。我哋嘅 CapTech Pathway 咧，中文係鼓掌創新教育歷程咧。是賽馬會多元出路計劃的首個項目，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透過香港浸會大學、業界和本地中學三方合作，編製一個連接學校和職場的全新學習歷程。選修這個歷程的學生可以在現在的高中學制裡面，透過應用學習 Apply Learning的課堂和多元化的活動，發展實用技能，體驗職場實況，以及在這個數碼新時代成為新經濟職位的人才。歷程是由草創階段到現在差不多一年時間，應該是2019年9月時開始，實在有賴各方面的鼎力支持，因為都中間有很多的難處，特別是現在疫情的問題都給我們都有些難處，但雖然如此，多謝賽馬會的捐助和很多的在方面的一些提點，賽馬會不單止 在資助方面，另外有很多的意見，很多的支持給我們這個項目。 CapTech Pathway 方才可以順利在香港誕生，鼓掌創新教育歷程遊合賽馬會鼓掌創里程計劃的生涯發展部分，即是剛才我們看到 CLAPJC 的部分。另外呢，加上 IBM 這間科技橋楚，大家都知道的了，即是藍巨人在28個國家推行的 PTech 學習模式，兩方面遊合一出來，我們有這個 CLAPTech 的一個項目。這個計劃也得到很多其他知名的企業響應， IBM 不得，我們不用說了，另外我們有煤氣公司，煤氣公司為了每日服務數以百萬計的客戶，非常善用科技去提升我們的效率，推陳出新，我們都知道了。另外我們也有投資銀行瑞銀集團，今天Stanley 在這裡，以金融科技 FinTech 協助客戶投資和財務管理。計劃一開始就實行的時候呢，就受到很多同學和老師的歡迎啦。雖然有疫情的關係，但是我們老師和業界夥伴呢搞盡腦汁，務求同學呢吸收了不同的新知識。例如 IBM 呢也舉辦了一個聊天機械人的工作坊，給我們的同學呢積極去參與體驗一些新的一些領域。歷程由去年的三間的業界的夥伴，我們叫 Industry Partner， 增加到今天有六間。新加入的有跨國的電腦科技公司 Microsoft 微軟，大家都認識了，科研的專家應用科技研究院 Astry， 在中文大學附近。另外呢，全球互聯及數據中心 Equinix，我們就有這三家新的業界的夥伴跟我們一起去幫助我們的學生，幫助這個項目。總共我們有57位的業界專才作為我們的導師，為我們220個學生去幫我們體驗不同的項目、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在 IT 在資訊科技界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同學可以分享自己在不同崗位所見所聞和人生的經驗，亦都我們的導師會給他們一些想法，給他們不同的意見。總的來說，希望學生可以預先領略到前面那個將來是會是怎樣的，景象是怎樣的，他在這一行投身的時候將來的發展有什麼空間，怎樣可以對社會有更多的一些貢獻。另外同學可以及早籌謀職業的前路，業界導師可以日理萬機，很多工作要做，但雖然是這樣，但他們都充滿熱誠，付出很多時間和努力去跟我們的同學
去溝通，同佢哋咧可以幫助到佢哋，知道自己本身嘅興趣同埋知道自己嘅傾向咁樣。咁今日我哋舉辦咗呢個業界師友計劃啟動禮，希望我哋感謝各位業界嘅導師之餘咧，亦都希望我哋學生咧喺裏面咧感受到我哋導師嘅熱誠，同埋想好想幫助佢哋咁樣嚇。咁期望學生可以之後咧把握呢個機會咧，主動啲同你嘅 mentor 去傾下偈嚇，因為這個機會很難得的，不是那麼容易有50多位業界的翹楚肯花時間，他很忙的工作的 schedule 裡面呢花時間跟你一起聊天，所以珍惜這個機會，多一點跟我們聊天、分享你自己的難處或者你的優秀的地方，讓我們可以給你一些、好的計劃，給你好的一些建議樣、希望同學呢藉著這個項目呢將來升學和就業方面呢可以作到一個好好的選擇。最後啦，德蒙在座啦，各位撥勇出席啦，咁我代表我哋成個項目咧，深感榮幸啦，同埋好多謝各位。容我代表鼓掌創新教育歷程同仁，再次歡迎各位參與呢個業界師友計劃啟動禮。希望我哋下一年咧再舉辦呢個活動嘅時候咧，我哋就唔需要即係。戴住口罩啦，咁口罩可以除低啦，咁我哋可以面對面啦，見到大家嘅笑容咁樣嚇。多謝各位，多謝曬 Professor 鐘，有請你到台下就座啊嚇。ClapTap Pathway 呢個計劃只能夠順利舉行，除咗因為有大學、業界同埋中學三方支援之外，當然亦都要感謝有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捐助，唔單止支持課程嘅編排、運作同埋推廣，亦都令 ClapTap Pathway 可以針對以職涯規劃作主導嘅課程作出研究。跟住我哋有請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應鳳秀女士為我哋致開幕詞，交呢個時間俾 Winnie。鐘志傑教授、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朋友，大家好。咁首先咧，我就喺呢度咧，就趁個機會咧，同大家拜個年先嚇。咁祝大家咧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咁我好高興咧，能夠代表咧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參與今日咧呢一個業界師友計劃嘅啟動禮噶。咁每次講開 ClapTap 呢一個計劃咧，其實我內心咧都係非常之興奮啦。咁同時間咧，亦都係每一次咧，我都有嗰種咧，即係好熱血嗰種好感動嘅感覺嘅。咁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點解每次講起呢個計劃咧，其實我內心都有嗰股咧，即係熱情嚇，好澎湃嘅熱情。咁我記得好多年前咧，咁大概應該七八年前左右啦。咁其實我就同啲同事咧，咁就都去到英國有個 studio school 啊，或者一啲其他嘅一啲學校裏面咧，其實去參觀。咁當其時咧，咁見到喺個學校裏面咧嘅學生咧，唔同嘅一啲 studio， 即係話佢哋咧都會有好多 learning by doing 啊，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咧，其實係幫啲學生咧去發掘佢哋嘅潛能嘅。咁當其時咧去參觀完之後咧，咁就安排咗同一啲學生有個機會咧係一齊傾偈啦。咁我哋就可以咧隨便同啲學生傾偈咧，就問問題嘅。咁當其時我同啲同事就問啲同學啦：啊，你哋係離開咗學校之後，其實有冇啲咩嘅打算啦？你哋嘅興趣同埋你哋自己有冇啲咩夢想㗎咁樣？咁當其時咧，所有嘅學生20多個，其實佢哋咧係每一個咧係好快啊！即係0.99秒咧，其實就即刻同我哋咧，哦，逐個講下自己咧，其實有啲咩嘅人生目標嚇。離開咗學校之後，咁其實咧佢哋有啲咩嘅計劃，咁要做到呢一個目標咧，咁其實而家咧佢哋有啲咩嘅打算？咁當其時我內心咧就有個疑問嗱，咁當然真係當時我哋都好感動啦，因為真係睇到啲學生咧每一個同你講嘅時候，其實佢哋嘅雙眼係發光嘅，你見到佢哋對於未來咧。他們是充滿希望，我就問，為什麼呢？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快對著一些陌生人，因為第一次見，我們去參觀，為什麼他們對於陌生人
可以係咁快講到俾人哋聽，哦，自己嘅一啲計劃同埋夢想咧？咁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啊，咁或者有啲朋友都會知道，其實我本身喺馬會工作之前，其實我都做咗青年工作好多年嘅，咁所以同啲青年咧都有唔少嘅一啲接觸啦。咁好多時候同啲香港嘅年青人傾偈嘅時候，咁特別可能佢哋覺得自己喺學校裡面成績唔係太理想嗰一班咧，好多時候佢都會答你唔知。咁我亦都睇到咧，有一啲機構咧，其實做咗一啲研究調查，咁就話我哋香港嘅受訪者咧，即係受訪嘅年青人咧，亦都係有六成咧係對於未來即係唔清楚自己嘅一啲人生目標。咁我同啲同事諗就係話啊，咁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如果有嘉賓嚟參觀，佢哋能唔能夠都可以好有自信、好開心咁話俾人哋聽啊？我揾到我嘅強項，我揾到我嘅興趣。我對我的未來呢其實有一個清晰的目標的。那當時我們都回來一路想啦，啊，究竟怎樣可以呢去多一些是提供一個關愛的一個環境，一個 enabling 的 environment 去幫我們的年輕人呢。那在2015年呢，其實馬會就撥捐5億，那推行了保障創理情這個項目。咁呢個項目咧，其實主要就幫年青人咧，係喺中學啦，特別啦，喺中三、中四開始啦，喺個幾年嗰個高中課程裡面，其實係幫佢哋咧去了解一下自己嘅一啲興趣啊、強項啊，亦都幫佢哋咧去嘗試咧去做一啲生涯規劃咧，係諗定自己咧一啲未來嘅一啲發展方向嘅。咁我哋中間亦都好強調咧，係成日講嗰個VASK 啊，咁就係話 value 啦、attitude 啦。skills 啦 ，knowledge 啦，咁當然 skill 同 knowledge 咧唔係唔重要，咁但係同時間咧係價值觀同埋我哋嘅態度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啲嘅 VASK 咧，亦都唔一定咧係讀書讀翻嚟嘅，其實都係透過咧好多佢哋喺課外嘅一啲參與啊，佢哋本身自己可能喺平常日常嘅生活、人與人之間嘅相處裏面咧，都會去發掘到自己嘅 VASK。咁了解咗自己 VASK 之後，等於配翻落去將來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工作嘅時候，其實唔同嘅工作又需要啲乜嘢嘅 VASK 咧？嚇，咁有陣時我哋自己啲同事都會講噶，譬如我哋做慈善工作嘅，慈善工作我哋需要咧去請嗰啲人翻嚟，其實啊，主要係邊啲嘅 VASK 咧？嚇，咁大家都可以諗一諗，而家可能我哋參與呢個Club Tech Program 嘅青年人啦。其實你們去了解自己的 VASK 的時候，將來如果真的有份工作去跟你的 VASK 去結合的時候，其實有什麼的選擇你會覺得是最能夠去 match 到的呢？那我們中間就很強調就是講那個 talent match 的。那我們在香港的中學裡面推行，都是非常開心，還有得到很多學校的認同。那現在也都將怎樣在學校裡面做一個好的優質的生涯規劃工作呢，也都是推行了一個benchmark。那我們下一步就在想了，在 CLAP 的計劃的目標呢，主要就幫大家去找個職志興趣，找個 career roadmap。 但是這些 career roadmap 找了個興趣之後離開了學校，其實有沒有路給學生去走的呢？有沒有選擇的呢？那於是我們再想，就是說，哦，那如果幫他找到一個一些職志興趣的時候，那可能那些學生或者年輕人呢就會說，欸，你都騙我的，你幫我找到一個 VASK， 找到我的興趣之後，其實我沒有路選，沒有路走。那我們就在想呢，就說，啊，其實香港我們怎樣也都可以為我們的年輕人是開發多一些不同的一些選擇，提供一個多元出路呢。其實件事都相當之不簡單的，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這個 Clap Tech 其實都是我們花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去探討的一個議題，足足都前後都花了年幾兩年去探討一下，其實，啊，究竟在我們的制度裡面是不是真的可以多一些不同的一些發展途徑給我們的年輕人。當然馬會在過去我們資助在教育青年的項目，其實在過去10年我們都是投放了50億在不同的一些教育項目裡面的，也都有一些青年發展的項目我們都投放大量的資源。但這些青年的一些不同的項目其實不是全部或者都未必會 是在那個我們叫做
一個 formal 嘅 pathway 喺個教育嘅課程，喺個教育嘅制度裏面咧，係一個被認受嘅一個即係發展軌道嚟嘅。咁於是我哋再去諗咧，如果將嗰樣嘢咧係能夠去 embed 到喺學校入面，喺佢哋咧平時日常喺學校裏面學習嘅時候，亦都係能夠多到一條途徑選擇，件事係點樣樣嘅咧？咁好開心啦！咁因為當其時我哋都發現咧係喺美國有一個 PTech 嘅課程，咁亦都係咧 IBM 佢哋呢一間公司咧，亦都花咗好多嘅心機啦，同埋佢哋咧嗰個智慧啦，係連結個業界咧，其實係嘗試咧係發展一個新嘅課程俾我哋嘅年輕人。咁於是乎，我哋大家都覺得咧，就話啊，喺香港其實探索一個 PTech 課程咧，都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一件事。咁同時間，我哋當時亦都問啦，其實點樣樣亦都令到去選擇一個唔同嘅課程、唔同道路或者一個新課程嘅年輕人，佢唔係因為話哦，係啊，我個朋友參加，又或者唔係因為因為我成績唔好，所以我揀呢度咯。而是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職志興趣和未來那條路而去選 CLAPTECH 這個課程的。所以當時呢我們大家一起去探討的時候呢，就將 CLAP 和 PTECH 呢，我們就是將兩個 program 呢其實是結婚、融合了兩個 project 呢那個特點，就是說同時間我們去幫助年輕人呢去找清楚他那個職志興趣，咁同時間揾完之後啦，我哋都提供咗其中一條路。我哋做試點嘅時候咧，就係、是、主要 focus 咧，就係喺科技啊 technology 方面咧。咁如果啲年輕人覺得喺呢方面係有興趣配合嘅職業發展咧，我哋就有一個咧 CLAPTECH 嘅 program 咧，係俾佢哋去去修讀嘅。咁其實件事係好唔容易啊！咁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喺嗰個apply learning 嘅課程裡面咧。其實我哋係可以 leverage on 呢一個課程咧，去嘗試咧，去帶動一啲 innovation 咧，去設計呢一個 pathway。咁啊，好感激啊，就係浸會大學啦，好感激咧，即係 IBM 啦，同埋我哋咧幾間 pilot school， 佢哋係好認同咧呢一種嘅理念。咁大家咧就坐埋一齊咧，就去研究一下，其實啊，究竟而家商界或者未來，我哋真係要培育我哋嘅年輕人嘅時候，在學校應該學些什麼裝備定他們呢？他們在商界裡面如果是能夠是有一些譬如參觀啊，有些 internship 啊，其實回到來這個不是課外活動，而是回到學校那種學習體驗的時候，其實老師怎樣呢也都可以融合在整個的教育裡面，是跟商界合作一起去培育我們的年輕人呢？大學當然是一個我們很關鍵的一個夥伴，就是在個課程設計嗰個一條龍的時候，咁大學離開了中學的時候，大學其實亦都點樣咧幫手接棒，去延續咧俾年輕人咧可以持續有一個發展，而同時間咧亦都將大學本身咧佢哋有嗰個知識嚇，係同時間咧亦都係有啲咧係同中學去一起結合，係將個 knowledge 係 transfer 到中學咧，大家三方一起合作咧去鋪搭呢一條路咧。咁我都記得啊，淨係做 skill mapping 咧，即係話哦，而家業界其實就有呢幾樣嘢嘅。咁但係如果幻化成為一個課程，由中學亦都配合翻咧學生嘅程度開始，譬如中四開始、中五啊、中六，其實係讀啲乜嘢嘢咧？啊，咁其實係好唔簡單嘅。咁當其時我都記得大家咧係傾得好仔細，因為希望咧佢出到去做呢個 pilot 嘅時候咧，都俾到一個咧是最好的一個體驗和一個學習經驗呢，是給到我們的年輕人。所以我是非常之感激呢，是大家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機呢去設計這個課程的。那這個課程的特點呢，我也都覺得是其中一個特性呢，就是它有多個進出口，也都是同時間呢我有時會出去講其實是一個直通車來的，就是說如果年輕人到最後他是發現在這一方面呢他很有興趣，他上了這輛車，其實他是可以繼續在高等院校裡面去持續去繼續讀下去，但是如果他完成了中六的學業之後，其實他又覺得、我都是想讀、出來做事，其實呢我們也有一個 first in line， 我們的企業夥伴呢也都是會是給一個 interview 的機會，這些年輕人呢也都可以先去工作世界裡面是做事，但是跟住之後，他如果真的就想再進修呢，其實他又可以回去再讀書的。又或者如果他考完 DSE 之後，
佢到最後可能唔係揀嗰個 ClapTech 課程繼續讀個 Higher Diploma 咧，其實同時間佢都可以繼續透過咧 Jupus 或者其他途徑咧去修讀咧香港其他大學嘅一啲課程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整體咧個團隊係花咗好多嘅心機去設計咧，係真真正正做到俾年青人咧係有一個新嘅選擇，同埋亦都係有一個咧多元嘅一個發展出路嘅。咁我亦都好開心啦！咁呢個計劃咧，亦都得到好多其他企業嘅夥伴嘅支持啦。咁同時間亦都得到老師啦、家長嘅認同啦。咁我亦都知道學生咧喺過程裡面咧，亦都係讀得相當之開心。而更加重要咧，今日呢一個嘅啟動禮咧，其實我哋好開心咧，係得到有接近60位嘅導師咧，其實係參與呢個咁有意義嘅計劃。是跟我們一起攜手去培育我們的年輕人的。我也相信年輕人是非常感受到是大家對他們那份關愛。我也希望這麼多位參與的200多位的學生，你都會明白到其實這個課程是得來不易。也是非常鼓舞在政府去年1月份，其實他們的有一個叫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其實就向教育局局長就提交了一個報告。在這個報告裡面亦都建議政府是參考我們的 ClapTech 的模式，去加強支援更加應用學習的一些課程，去豐富職專教育的路徑的。現在我們都跟整個計劃團隊的同事也都探討緊，就除了在第一個我們現在這個試點是做一個 ICT 為主的一個試點之外，其實是不是我們都可以再推動以其他學習的主題去發展多第二個 CapTech 的 track， 第三、第四個呢？我們很希望透過大家的同心協力去推動 ClapTech 的發展，令到 ClapTech 將來是可以在更加多的學校的體驗，也都是得到政府的認同，可以成為正正式式是一個大力推動的一個課程的。在新的疫情 的新常態底下，其實我們大家都面對很多的挑戰。我也都很相信大家在過去一年這個這麼艱難的時期呢，是令到我們也都多了有很多應變的能力啊，怎樣去靈活面對每一件事啊，我們經常說是 new normal， 帶動到給我們也都有很多的新機遇的。我覺得 ClapTech 這個課程呢，正正呢也都是在這個 new normal 底下，也都帶動到給我們有很多無限的一些可能。我也都在這裡是特別再次多謝浸會大學啦、IBM 啦，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企业伙伴，还有今天抽时间参与这个启动礼的我们的 mentor， 家长、老师、学生等等，是在过去的努力，也都是有赖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这个 CapTech 路途。我很期望之后能够有机会是真人是见到大家，去听多一些大家是可以直接分享你们在 CapTech 里面 CapTech 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些真实的体会的。多谢大家。多谢 Winnie。 在过去的一年呢，各位同学和 mentors 由破冰变到现在有讲不完的话题，部分的同学仔还因为得到 mentors 的鼓励而在职场知识、比赛、学习英文和提升软技巧等不同方面都有所启发的。不如我们立即重温一下他们一起相处的片段，和看看同学对导师有什么感言呢？立即去片。
看完條片之後呢，不知道呢 mentors 和同學仔呢會不會想再快一點再次見面呢？接住下來呢，我們會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儀式，多謝導師們對同學的付出的。由於今天不是每一位導師都在現場，所以我們會邀請各位業界夥伴代表接收感謝狀的。我們再一次有請 Professor 鐘出場，為我們致送感謝狀。好，我們請第一位代表，是 IBM 中國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魏以昌先生，有請。兩位都對著我們的攝影師拍一張照留念一下。唔該曬 Francis。 第二位代表有請香港中華煤氣企業資訊科技總監孫淑晶女士。喺度影翻張相留念啊！好，唔該曬 Susanna。 第三位代表係瑞銀集團資訊科技執行董事余潤威先生，有請。唔該曬 Stanley。 第四位代表是 Microsoft 香港人力資源總監陳志超先生，有請。Thank you, Leo。 最後一位有請 Equinix 香港銷售營運及策略總監鄭若瑄女士，有請。唔該曬 Fatima， 亦都唔該曬 Professor 鐘，請到台下就座先。再一次多謝曬咁多位 mentors 無私嘅付出。其實咧，我知道咧 ，mentors 咧，佢哋好多咧都喺公餘即係工作嘅時間以外咧，要為 ClapTap Pathway 去準備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我都再一次有請咁多位咧睇緊嘅同學仔，你哋再打多次8888，俾多啲 virtual 嘅掌聲，一眾無私付出嘅 mentors。多謝曬咁多位啊！嚇，好，接住落嚟咧，呢個環節就精彩啦。我哋咧會就住新常態及未來趨勢下的行業運作呢個議題咧作出研討分享嘅。各位同學仔，你哋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啦！喺呢個環節咧，我哋好高興邀請到以下幾位嘉賓嘅，請 IBM 中國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魏以昌先生。香港中华煤气企业资讯科技总监孙淑晶女士，以及系瑞银集团资讯科技执行董事余润威先生，请几位嘉宾准备啊！好，事不宜迟啦，我都将呢个时间咧交翻俾呢一 part 嘅主持人，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 ClapTap Pathway 项目总监何柏图 Andrew， 交俾你啦。唔该晒 Vina。再多謝幾位今日我哋好高興啊咁樣嘅一個歷程嘅啟動禮。咁而家個題目就係新常態啦。頭先我哋嘅嘉賓都有講過，咁喺過去一年咧，即係無論係同學，我都聽好多嘅故事啊。我哋啲同學都好有毅力啊，由朝頭早一路試唱就試到晏晝，有啲就一路試唱到傍晚都有嘅。咁啊，不過我都代表啲同學啦，可能就好好奇啦。翻學嘅同學就咁樣啦。咁喺業界又有冇啲咁樣嘅有啲咩嘅改變咧？咁樣咁我就頭先即係講開新常態啦。咁我哋翻工人士咧，好興就見面咧，就派卡片啦咁樣。咁頭先啊 ，Town Guest 嘅 Susanna 就用咗個 Virtual 嘅版本喎。咁我就唔知係咪新常態啦。都係啊，都係啊。我係啦。頭先佢都話可能我都 show 一 show。俾大家睇咧，即係而家我咧就用個
即係電子嘅卡片㗎啦，我就唔用 physical 嘅卡片，因為除咗環保之外，亦都係啦，少啲接觸即係卡片啊咁樣樣，都減少一個即係話個病毒嘅傳播咁樣樣。嗯，係啦。啊，咁頭先啊，鍾院長都有介紹，我哋介紹每間公司咁啊，一講個中華煤氣公司喺香，淨係香港嘅業務，我都知道熱斷百萬計顧客喎。咁喺呢個疫情入面有咩新嘅變化咧？喺呢個科技應用上面，我簡略講講啦，因為我哋香港中華煤氣咧，其實個業務唔係淨係香港嘅嚇，咁喺國內咧，香港有190多萬客啦，喺國內咧係2000多萬嘅客户嘅。咁其實喺呢個新常態咧，我哋喺國內業務都佔到我哋成公司嘅 revenue 超過咗一半㗎啦。咁新常態咧，我以往就成日都要 travel 去，尤其是我要 support 成個 group 咧，都要成日 travel 國內嘅。咁其中一個新常態咧，就係全部都要 on virtual 啦嚇。咁啊，開會嘅時候算啦。咁其實國內咧好多時咧。係好講關事嚇，咁咧就成日都要面對面接觸嘅嚇，咁咧所以咧喺依個過程之中咧，就要靠利用 virtual 嚟去將個關事都要去維繫住啦嚇，咁依個一種咧，咁同埋就係、是其實喺個身上嘅嘢都好，我哋慳咗好多 traveling cost， 慳咗好多 hotel cost。慳咗好多飯局嘅 cost， 依度所以喺個雖然可能大家好多公司喺疫情嘅時候都會可能個生意上有個 impact 啦，但係 cost saving 原來我哋做咗好多 cost saving 嘅，因為依樣嘢，咁所以我哋好多業界都講笑咁講咧 ，digital transformation 邊個 dr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咧？唔係 CIO， 唔係 CEO， 係 COVID-19。係啦，就 drive 好多人喺呢個新常態上邊咧係改變。咁我講多少少啦，即係其實喺個 technology 咧，講真，我哋而家講緊啲 video conference 啊，或者 work from remote access to office 啊 ，work from home 咧，其實個 technology 咧 before covid 一早都喺曬樹嘅。即係我哋尤其是 IT 好慣夜晚又要 support 喺公司，即係喺屋企都可以 support 到。公司啊嘅工作，亦都會好多時同其他嘅人咧都用 video conference， 因為我哋都有國內嘅同事，咁其實都好常態。但係咧喺個員工其他人嘅轉變咧，就因為依個 covid 咧，就逼到佢哋肯用依啲 technology 曬。咁所以喺依個過程之中咧，個 mindset change 同個 willingness to change 都好緊要咯，令到依件事就快咗好多啦。咁我知道留翻多啲時間俾其他同事，我知道我會雞啄唔斷。唔該曬，雪生。頭先你講到嗰個 willingness to change， 我哋一陣間翻嚟探討呢個問題啊。咁我下一位想問阿 Francis 啊。咁 IBM 就咁跨國咁多業務啦，又軟件又硬件，又係顧問公司咁樣。咁喺呢個新常態入面，又嗰個科技應用上，無論係貴公司啊，或者你啲客務，又有冇咩可以分享一下咧？咁啊，頭先 Susanna 就有好多分享啦。咁啊，即係大家會即時會諗到就係翻唔到工喎，翻唔到 office 喎。咁客人一般嘅企業佢哋都要維持正常運作㗎。咁呢個問題咧，就我哋各個客人都會面對。咁所以作為一個服務嘅供應商嚇客户嘅一個策略夥伴，我哋第一時間咧就一定要喂。點樣幫忙？咁喺初段嘅時間咧，咁當然的而且確咧，好多我哋嘅企業朋友咧，我哋嘅客户咧，都好似即係喺個緊急應變嘅時候嘅措施咧，都未必會處理得到。因為第一個好多時就話：喂，我 notebook 唔夠 ，workstation 唔夠，我擺喺屋企，啲同事唔得喎。第二個問題會諗到就話，我有好多 privacy、data privacy 啊、confidentiality 嘅問題點處理？尤其是政府，我哋啲朋友都係一樣。就算係分開 A、B team 翻工，或者甚至乎唔可以翻 office， 咁但係啲資料帶唔翻屋企，咁點算咧？咁啊，有好多林林種種嘅問題咧，都甚至乎個網絡上邊嘅問題啦。咁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原來。我哋近排好興嘅一個 technology trend 叫做雲端業務啊，
哦，原來雲端業務，我嘣一聲，以前就推好嘥口力口水啊力氣去推廣，而家唔使啦，啲焗住要。咁同埋啲 security 啦、reliability 啦，嗰啲全部都需要啊即時去反應。咁當然呢啲喺業務上邊有所唔同嘅地方。講下我哋自己公司點處理啦，我哋非常之國際性，咁所以喺虛擬會議啊嘅，其實一早就已經好習慣。咁所以喺我哋員工咧。個影響唔算好大，但係喺我哋員工嘅安全方面咧，反而係我哋嘅最大嘅擔心。我第一個工作多咗嘅咧，就係每個星期我開一次叫做緊急應變會議啊。咁啊，每個國家我哋都有一個咁嘅小組嘅，咁啊由總經理去主持，咁人事部啊，所有部門主要主管啊，咁都喺度。喂。發生咁嘅疫情，今個禮拜疫情如何？點反應？翻唔翻工？俾唔俾佢哋翻嚟？翻嚟之後口罩夠唔夠？大家都可能仲記得開採疫情嘅時候咧，口罩荒啊！咁點算啊？啊咁啊，同世界各地嘅 IBM 分佈，喂有冇得借啊？有冇得送過嚟啊？空運點樣啊？可唔可以喺深圳運過嚟啊？結果我哋喺第一批喺越南度過嚟。啊！咁變咗我哋喺全球嗰個叫 One IBM 就變得突然間哇好團結，因為真係好似兄弟班咁樣，你幫我，我幫你。咁變咗喺呢個整合上邊咧，呢個改變當然頭先同我哋即係阿 Susanna 分享嘅所謂 COVID-19 dr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之餘，其實係整個氣氛、整個環境、整個社會嘅合作精神都已經係唔同咗。咁呢個係相當特別。誒唔該曬 Francis， 咁我阿 Stanley 咁啊誒瑞銀集團啦，咁就投資銀行又咁多都可能身家都雄厚嘅客户啦，係咪？咁啊一樣同一個問題啦，咁貴公司又喺呢個疫情入邊有咩嘅變化，又或者幫到佢哋啊？內部好，外部都好。我諗啊，瑞銀同埋 Francis 都 cover 咗好多每一間大機構遇到嘅難題啦。如果先講下對內嘅，當然啱啊 Francis 講過夠唔夠 equipment 啦。可唔可以即時用得到啊？其實我哋面對最大問題係作為一間銀行，我哋唔可以暫停營運，亦都唔可以有任何嘅SLA 會退來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好短時間，而講嘅真係要大家反應好快，即係有任何問題要即刻去解決，因為我哋要 move on， 我哋要 serve 翻我哋個客。所以我哋要喺即時好短時間之內要 ensure 我哋所有嘅員工都可以同平時一樣翻到工做到嘢，咁就變咗在technology 的要求啦，例如很簡單，不要只是 hardware， 你夠不夠那麼多 capacity， 你夠不夠那麼多 bandwidth， 有沒有除了 equipment 以外，這些考慮都要因素都 很高，還有有沒有足夠的支援呢？個個突然間由家裡，在公司變成家裡，那我不記得密碼，那怎麼辦呢？那這些也都是 很難處理 的方法，所以我們公司突然間，我 很開心，突然間看到，哇，為什麼我們的 service level 突然間這麼好呢？以前可能連間 raise ticket 可以好快好快處理一個問題，咁呢個係咁多位同事喺呢個新常態底下，可以再 reprioritize 翻啲資源，去集中係點樣去幫一班同事去處理佢日常嘅工作。咁呢個係我見到喺個新常態之下係一個幾好嘅方向啦。而對外嘅啱啱首先人講咗，我哋而家會即係最中意講嘅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啦。我哋好多時都要對客嘅，咁所以在溝通上邊啦，點樣用現有嘅 tool 啦，或者我哋自己創造出嚟嘅應用程式啦，網上銀行啊、手機銀行啊，呢都係我哋其中一個主要嘅集中點啦。去透過科技去將人同人溝通翻喺埋一齊咯。呢個係另外一個我哋其中一個focus 嘅地方。唔該曬 Stanley， 好有趣喎！頭先嘅對談咧，我聽到咧。大家在公司裏面就當然我們都很強調科技啦，特別是我們這個 pathway 的第一炮，就是以科技為主，但是各幾位都不停地提到，無論是對同事啊，還是特別是客戶啊，很多人的，有很多即是我們除了那個硬技能，就是要懂得可能 programming、雲端、人工智能等等，但是很多的協作啊那些，在這個本身 IT 界已經轉得很快了，咁呢個疫情就點樣都提到咧，就
就推得更快。咁喺呢個咁嘅形勢之下咧，幾位有冇啲咩嘅建議俾啲同學知道？咩技能佢哋可以喺呢個咁樣嘅轉變得咁快嘅世界嗰度去向前下一步咧？我講先定乜嘢啊？好啊。頭先我聽阿 Winnie 嘅介紹咧，啊嗰、那個 terminology 相當好啊 ，VASK 嗱、value、attitude 啊，咁跟住即係其他嗰兩個我就唔講太多，但係想特別強調咧，其實即係我回想起我哋當初畢業去 IBM 建工嘅時候，嗱、我嗰個年代咧。就三間大學一起畢業咧，就總共六千幾人，咁啊請十個八個嘅啫，就係個 trainee，IBM 個好出名嘅 training program， 所以打崩頭咁入，咁啊七次 interview 一次考試嘅 ，OK， 咁啊即係其實係咧，我哋唔係 expect 嗰啲同學咧佢個 knowledge 好高，咁啊亦都唔係 expect 佢哋識好多嘢好深嘅嘢。咁第一睇咩咧？點解會演列七次咧？其實唔同嘅人種咧嚇，即係我哋嘅 manager 好，人事部睇你嘅 attitude。我哋請一個同事翻入嚟咧，佢睇佢人嘅本質個 caliber 個 attitude。咁啊，好多時候有幾樣嘢，我覺得嘅各位同學咧，我希望即係作為金石良緣又好，同學可以把持住呢個咁嘅心態或者個嘅態度。第一咧就係一個上進心啊，我哋叫 growth mindset。當有呢個 growth mindset， 佢自動就去揾嘢去學。點解咁重要？因為 IT 係日新月異，你冇呢個 growth mindset 好難。咁第二就係有一個 soft skill 好緊要嘅咧，就係其實我哋講係科技，其實有好大部分我哋嘅時間係需要人與人嘅溝通。我做個 project 要 understand， 我哋要明白。我哋嘅最終用戶嘅部門，佢哋嘅用家，佢哋到底想要啲乜，點幫到佢哋？全部係溝通翻嚟，溝通完一邊就要溝通後邊，溝通後邊之後左右咁樣上下，好多溝通嗰、那個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呢樣嘢亦都好緊要。咁所以即係 soft skill 好多時可能會主宰咗佢哋未來個發展方向。多好多好多好多，我可以去長談，但今日我即係叫點提咧 ？Attitude 可能個比重可能仲更加犀利啲。咁當然有 CapTech 整個項目咧，就將 knowledge 咧就由中學開始，更加貼近我哋嘅工作需要或者個實際商業嘅需要。咁變咗 knowledge 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去早啲接觸咗實際環境係乜嘢咧？咁呢個我嘅點提咧？咁啊，睇下另外兩位嘉賓有冇你哋嘅意見。我講先啦，或者嚇啊 ，sorry，OK。我自己睇咧，即係學生咧，而家好，即係我覺得好好喎，有一個 clap 嘅 program， 真係 clap tech program 真係好好。即係想當年我自己年代，真係好多嘢都係靠自己。咁我有三個 P 送俾即係嗰啲學生啦，即係希望。佢可能容易記啲啦。第一個就係都同 attitude 有關，就係個 proactiveness。個 proactiveness 係好緊要嘅，即係我好記得以前我讀即係我都有個 supervisor 講 seven habits for effective people。proactiveness 係好緊要，其中一個 habit。咁呢個就係 P， 即係我諗即係唔好成日俾人哋一個錯覺咧，就讀 IT 嗰啲人咧好宅嘅。即係好被動啊！即係唔出聲啊 ！proactiveness 好緊要嚇，即係依個第一個 P。第二個 P 咧就係 passionate。咁頭先我聽到 Winnie 講啦，即係你要有嗰個熱誠。你揀得而家你行 clap tech 條路咧，你都係對依一個 IT 係有一個熱誠喺度嘅。咁所以你會係其實熱誠都可以 build up 嘅，我覺得嚇。咁你去特別去。留意多啲關於即係喺 IT 上面啊，同埋好多時咧，你個個投入感咧係好係喺呢個熱誠上面咧係會好 drive 你去 go higher 嘅嚇。咁呢個就係個passion。第三咧就 plan ahead 嚇。咁我覺得plan ahead 係好緊要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諗住第時投身喺呢個IT 嘅行業咧。
尤其是頭先阿 Francis 講，因為真係變得好快嚇，咁所以咧好多嘢，譬如喺周遭嘅環境，其實好多一啲地方咧，你係可以去學習得到啦。咁同埋你點樣去 plan 你自己一條路咧，係要自己有一個一路學習嘅階段嘅時候咧，都應該要去諗一諗咯嚇。咁第四個 bonus 嘅 P 咧，就係 personal skills 啊。咁好似頭先大家都好 emphasize， 即係個 soft skills 咧 ，personal skills 咧，尤其是喺個 soft skills 上面係好緊要。即係好似頭先阿 Francis 所講，我揀人咧都係好重視個 soft skills 嘅嚇，就唔係淨係睇佢個 technical 嘅能力啊或者咩嚇，個 personal skills 非常重要，係啦。三 P 加一個 P， 即係兩位已經講咗好多用翻 attitude 啊，三個 P， 四個 P 啊。咁可能我再講多少少啦。咁我覺得我同意嘅，科技係日新月異。咁喺 skills wise， 當然大家要睇多啲啦，去令到自己 equip 咗自己有咁嘅技能啦。而我成日覺得就係因為科技不斷咁變，一個人自己獨處未必能夠去完全了解曬成個世界發生嘅事，所以我覺得有陣時能夠揾到適當嘅 partner， 你嘅好嘅夥伴，或者揾到一個好嘅導師，一班好嘅志同道合嘅朋友，佢哋就更加能夠將你帶到去另外一個領域，或者唔好話將你係一班人一齊去 move forward， 去一齊去進步。咁可能喺有 skills 啊，有 soft skills， 有你嘅 hard skills 以外，就係一個collaboration， 一班人可以去 achieve 一樣嘢，咁我覺得呢個係更加好，所以我會覺得咁多位同學可能細個嘅時候會覺得啊讀書係我嘅嘢，我一定會要同人去比較，要去讀得好好，因為係望住自己嘅。但我成日覺得我會俾兩個 W 大家咯，今次係 win-win， 我覺得係要創造一個雙贏嘅局面，不論你係行 technology 嘅 path 又好，或者你喺出邊一個 career 嘅 path 都好，只要能夠 achieve 到 win-win 雙贏嘅局面，咁先至係一個真正嘅成功之道咯。誒，唔該各位。哦，咁啊 ，Stanley， 我特別就好奇，因為你講開個團隊合作咧，咁就時間關係，我就淨係問你啦。咁係啦 ，UBS 咁你哋嗰啲，因為寫軟件你冇可能一個人做曬噶嘛，係咪？咁所以你先至提協助。咁有冇話平均一個團隊幾多人到㗎？要做一個 project？ 咁即係好決定嗰個 project 嘅大細嘅。咁我哋覺得而家好興流行講一樣嘢叫 agile 啦，即係一個scrum team 啦。咁一個 scrum team 大概可能八至十人到啦。咁就一個大嘅 project， 可能你有幾個 scrum team， 一個唔同嘅有幾個團隊一齊做。咁但係一個 unit 可能係十個八個人，咁就方便到可以日日去溝通，有咩事即刻舉手。所以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嘢就係人唔好話太多，但係一定要好 proactive， 即係阿Susan係講話齋。每日講我有咩問題，即刻發言；我有意見就即刻表達。咁我覺得係一個方式咯。咁 back to 你嘅問題，就係大概十個人一個 team， 咁跟住睇下 depends on 幾個 team 咯。唔該曬。咁啊，真係係咯，好清晰好多啦。咁希望啲同學都知道，我哋作為一個團隊，咁除咗內部溝通，咁仲有啲客户啊，所以周圍都係嗰個協作同埋嗰個 communication 能力。咁幾位都強調咗好多次。咁係講完個大圍啦，即係公司啊、業界嗰個嘅轉變啦。我哋又講一講我哋 program 啦。我哋 CLAPTECH 嘅同學由各公司就俾咗咁多資源啦。咁你哋又對佢有咩嘅期待嘅咧？我覺得我會覺得有咩期望？我覺得第一件事，將來呢個IT 領域係咁多同學幫手一齊創造嘅。不斷日新月異，很多新的東西可能要靠承傳下去，由一代傳一代，傳一代，傳一代這樣。我會期待這麼多同學，學話齋，問多些，發表多些，學多些，respect 翻其他人。而我成日覺得在科技發展的同時都要留意一下個 integrity， 這個是要想一下的，因為科技越發達，大家接觸嘅嘢會好多灰色地帶，咁我覺得道德高地下咁都要去留意一下咯。咁我覺得真係頭先我所講咧，即係好好嘅，佢哋即係而家依班學生參加咗 CLAPTECH 嘅 program 咧，
這個平台是非常好的，真的要好好利用這個平台呢，來去幫助自己更加 去發揮咯，因為這個 program 有得機會可能去 visit 啲公司啊，了解多啲，咦，其實真係點樣利用科技啊咁樣。咁我就真係好似我頭先講，要好 proactive， 主動啲去問多啲，去了解多啲，咁你先至可以去知道自己條路點樣 plan 喺去知道條路點樣去行咯嚇。咁同埋我相信咧，其實學生咧都可以咧，就話proactive 都可以 suggest 嘅，即係好多時我諗好多時就人哋擺到係咁樣樣，其實你可以去 suggest， 其實你會唔會覺得點樣樣做個 program 對於無論自己又好或者未來呢個 program 嘅發展都好咧，其實都係有個好處嘅，即係不妨學好多時後生我哋成日講話咧 creativity 咧會die down according to the age 嘅，咁趁住你仲後生咧，就應該咧更加多 creativity， 應該去作多啲嘅提議出嚟咯嚇。我咧就趁呢個機會咧，俾少 tips 俾啲同學們啦，因為我自己親身經歷嚇，即係雖然即係好多年前嚇，幾多年就唔講啦，保留少少秘密。我都是 internship 開始接觸呢個行業，咁然後咧就因為喺個暑期工嗰個期間咧，即係表現叫做即係相當可接受，咁所以就有機會入咗IBM 咁嘅畢業之後，個 tips 俾大家咧就係話整個 program 好好，即係有好多 internship 嘅機會。第二咧有好多即係我哋嘅導師嚇，啲 mentor， 啲唔同公司嘅 mentor， 個趁把握好把握個機會，因為嗰啲 mentor 可能第時就係 interview 你哋嗰幾位嘅經理，或者係請你哋嘅啲部門主管嚟嘅。咁所以爭取好，即係頭先Stanley 或者 Susanna 都講，投入啲啦嚇，因為 IT 本身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行業啊。好講創意嘅，好新鮮嘅，頭先都講啦，日新月異。咁所以咧，主動啦，你自然會自己會學習到好多嘢。點樣去貢獻咧？頭先Stanley 講，我好中意嘅 win-win， 唔係淨係自己，唔好自己睇自己，貢獻俾個 team， 貢獻俾間公司，貢獻俾個社會。我哋 IBM 都係咁樣嘅理念。點樣貢獻全人類？就是登陸月球嗰陣時候，都係即係我哋參與，好自豪。即係我哋作為 IBM 啊，即係點樣為人類謀幸福等等呢啲，點樣貢獻出嚟，自然就會有人欣賞到你。咁喺個期間 喺個 internship 又好，同 mentor 相處又好，投入有熱誠多貢獻，呢啲就自然會係有人會珍惜或者睇得出。你哋閣下係一顆未來嘅明星，咁所以就把握呢個好好嘅機會啦，咁去表現到自己，咁可能第時嘅你哋嘅即係未來嘅公司嗰個主人翁喺你面前邀請你哋入去咁所以呢、這個另外一個 tips 就係 IT 本身咧就係、是、永遠長青嘅一個行業，因為佢本身不斷發展、不斷創新，唔會冇一間公司。幾乎是沒有一間公司是不需要科技，沒有一個時間是不需要科技 OK， 還有持續發展的，所以這兩個 tips 我想同學們可以好好珍惜。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很寶貴的很寶貴的一些提議和提醒啦。最後一個問題呢就來自我們的同學的，其實剛才有同學已經問過說怎樣入到貴公司，其實幾位都多多少少已經說了所以呢這個問題就是既然其實我們同學都有額外付出這個 CapTech 的歷程是很豐富，我知道我們的同學都是會另外即額外加把勁的，同學都好奇想知道有什麼優勢呢，他們有我呢、這個我哋講先啦嚇，就係因為 IBM 係好擁護 PTech 嘅全球，咁啊28個國家同埋好幾年前我哋都已經倡議緊PTech， 咁嚟到香港變同馬會一齊合作咧，變咗 CapTech。
咁所以咧就我哋公司係好擁護呢個整體嗰、那個、那個節目嘅。咁點解咧？因為喺好耐之前我哋起源嘅時候咧，已經發覺到業界需要嘅人才咧，有陣時喺學完畢業咧，未必揾得到，或者係有一個隙，有個空隙喺度。咁所以早啲開始，我哋可以接觸到，同埋其實係一個即係、就是、早啲去。去選取我哋未來嗰個員工嘅夥伴都未定㗎，咁所以我哋第一時間會提供一個first priority 嘅 interview 啊，會見佢哋先啊咁樣。我哋一樣啦嚇，我哋都會俾 preference 咧，俾翻 CapTech 嘅學生咧就 interview 一定有機會啦。咁你就當然你要爭取喺 interview 上去啦，你表現到。你自己啦，咁當然好似頭先講話，你可能我知道個 mentor 其實就係 interview 你個人，因為佢係你個 supervisor 或者一個 manager， 咁所以咧就依個好緊要。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對於個學生其實會真係會俾到一個 privilege 俾佢，譬如好似。如果疫情過後之後咧，咁我都好歡迎啲學生，譬如可能嚟 visit 我哋公司啦，咁變咗佢哋可以了解多啲，即係點樣apply IT 喺個工作上，咁變咗佢第時喺自己一路讀書嘅時候咧，可以 relay 得到咯。好。啊，咁或者我借用阿小新娜嗰兩個字啊，關係。如果嗰種同學問下點樣可以入到一間公司，其實對門其實可能已經打開咗，係嗰位同學會唔會有心去問多一句，去 proactive 啲去問，機會喺度嘅，機會處處都有，咁睇下同學點樣把握。咁我唔可以話講好多話，我哋 guarantee X Y Z， 但係門就已經打開咗，我只係咁樣講。咁大家有興趣嘅。跟 mentor 傾下，傾多啲，了解多啲，呢個我就覺得係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啦。唔該曬三位，咁就真係好寶貴嘅，好多嘅 input， 咁咪期待我哋畢咗將來可以啲同學親自去請教幾位。好啊，歡迎。Thank you。好，唔該曬 Andrew 同埋三位嘉賓，請你哋到台下就坐啊嚇。非常感謝三位嘉賓的分享。其實 CLAPTAP Pathway 最珍貴的地方就是給到機會同學仔在中學的時期已經開始了解到業界的運作。今天一次過可以聽到三位業界精英前輩的分享，都真的同學仔必定是獲益良多的。賽馬會多元出路計劃鼓掌創新教育歷程業界私有計劃啟動禮已經到了尾聲了。接住落嚟咧，各位同學仔等咗咁耐，終於可以同你哋嘅業界導師喺各自嘅 breakout room 有一個鐘頭嘅會面時間。嗱，大家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積極主動啲 proactive 咁樣溝通啊！希望你哋雙方咧都享受呢個短聚。好，導師同學仔，你哋準備好未啊？準備嘅話咧，就可以登入你哋分房嘅 Zoom link 噶啦。條 link 咧，我哋已經 post 咗喺個 chat room 嗰度噶啦。你哋亦都可以睇翻自己間學校嘅電郵啦。記住，中四同中五嘅同學仔，你哋係有唔同嘅 Zoom link 嘅。好，亦都麻煩一下咧，中學嘅老師幫一幫有疑問嘅同學仔。講到呢度咧，都真係到尾聲啦。再一次多謝大家嘅參與，我哋下一個學年再見啦，拜拜。